大勋，大勋来了，大勋肯定要喝一大口水。大勋来了，大勋来了。大哥，是不是这身装备非常大勋的帽子影响了他的话。哎呀，整了整自己的仪容仪表，又变得那么帅。好，准备。大勋对自己的仪容仪表整理的还是很勤快啊，每次都要把他帽子再戴上，每次摔成什么样起来都要。大勋哥一开始的时候给人一种四肢不太发达的感觉。六，哎呀，而且哈，他对他的这个衣冠呀，他对他的这个形象呀，是十分的在意的。就是无论到什么时候，第一下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戴得紧紧。